Guizhou's greatest appeal to me is the plurality of culture. 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重要的载体的话，使得贵州能够融入到咱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去。I think Guizhou opening this national park is one of the few ways that they can really protect some of those areas. 我觉得贵州省会因为 FAST 的存在，变成一个国际天文的一个交流中心。So now, Guizhou is using this experience that w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other industries. It felt that Guizhou, much like Shenzhen, carried the sort of the model or the blueprint for the evolving stage. I think it's very enriching to experience Guizhou, and one should try to experience from as many angles as possible. FAST 它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时代望远镜，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把人类的视野向前拓展一步。那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意义呢，就是它第一次让中国的科学家站在人类视野最前沿。天文呢还是一个观测学科，要靠观测来说话的，所以你第一次拥有这么强大设备就是我们突破的机遇。第一，你要有天然这么挖地，这个是望远镜节省那个建造成本的一个必要条件。不然你平地要挖这么一个洼地的话，可能几台望远镜的成本投入进去都挖不出来这个洼地的，这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就是还有电磁环境的要求，就是人不能太多，人是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包括你使用的各种工具啊，电脑、手机啊，对吧？包括你开的汽车都是如此，所以人口稀少也是一个必要条件。然后第三个呢，就地质条件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不能是经常爆发地震啊，然后基础沉降啊，这都是地质条件上的需求，这是高精度设备需要的一些条件。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洼地还不能积水，是吧？积水的话，电子器件寿命嘛，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贵州的卡斯特吧，在这上面四条都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这个一般来讲，传统工程都是这个绕道而行的嘛，但是对于 FAST 来讲，它却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在最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当时进这个窝档叫大窝档啊，其实那都是非常困难的啊。但是最原始的那条路是老百姓自发的啊，组织起来帮把那条路修好的，所以这个当时对我们整个项目来讲是还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啊，包括当地的政府的都给了很大的支持。所以总共现在成果来讲还是蛮让大家满意的吧。然后还有一系列的成果在后面已经看到预期了，然后包括发现脉冲星数量也已经超过660颗了。这也是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4倍以上，所以这也充分证明了它这台望远镜灵敏度上的优势啊，得到很大的体现。贵州做大数据是它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那 FAST 呢，其实数据量是极其庞大的，啊，天文也是真正的大数据，尤其是射电啊。所以将来可能还要发展阵列啊等等，那这些数据量的需求啊，包括存储的需求，包括人才的需求，包括技术发展的需求，那我想都会跟地方的大数据产业呢有很好的结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未来还有很多预期啊，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相互配合的，然后相互支撑的，我想这个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潜力吧。因为 FAST 建设在贵州嘛，其实不应该光是旅游，其实还是包括科技发展的，包括我们最近在成立贵州市电天文台，其实都是跟贵州地方的高校进行合作啊。其实这个 FAST 是很好的一个平台，科研的平台，在吸引人才方面高校有很好的配套的待遇，那缺少的恰恰是一个国际先进的这种啊探测设备啊观测平台也好，那 FAST 其实就是
很好的一个补充，那就完全可以结合地方人才这个待遇方面的优势，再结合平台的优势，吸引世界上各地人才来到贵州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对吧？那这个显然是对地方科技发展啊，科技实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这个其实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发展面向国际开放呢，也是说这个体现中国强国啊大国的这样一个责任担当。那将来呢，随着这个疫情啊各方面这种缓解啊，我觉得贵州省会因为 FAST 存在变成一个国际天文的一个交流中心，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西南的科技的窗口啊，向世界展示的荣誉窗口。